视力不好你自己会知道，但是有一种毛病啊，别人会也会知道的，视力方面的一个问题啊，斜视就是他眼睛啊，哎，他的一个位置啊，我们正常说眼睛是两个这个位置啊是同样的相关啊这样的一个位置啊，那么有一边稍微跑掉的时候，这个我们在看对方的时候就会引起对方啊比较很明显的那样的一个视觉上面的一个冲突点，我们会认知得到。所以斜视是不是出生的时候就会有？那什么样的斜视？我们到底是只有一种斜视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吗？还是说斜视也有不同的那样的我们要去注意的一个状况啊？我们待会再跟大家报告。不过提到文学上，文学家里面可能有斜视的人啊，哎，这个陶渊明啊，大概是人家认为可能有。